哎，慧慧，那行了，你们玩吧，我回家了。慧慧回来了，等会儿，小姨夫，既然他们能考验咱，我出个主意，咱考验考验慧慧吧。考验啥慧慧？考验考验慧慧，这个小孩儿，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，万一弄不好，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，不行，算算算，没事儿啊，就考验考验嘛。对对对，小姨夫，考验考验，行，这回就让我妈输的心服口服。你说啥呀，妹夫啊？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，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。嗯，你咋也这么说呢？行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，他要是没过关，你可别生气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回去我再教育他，好不好？那我去找他，我把他放上。放好，放好。哎，妈门在这儿呢。哎。 快进来！这是放学了哈。啊，放学了。今天的作业多吗？还行啊。啊。怎么了？有啥事儿吗？没啥事儿。但是，我今天，姑娘你也长大了，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上学了。 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，他也不用再做饭了，明白了吧？咱家发财了，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。你爱上不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咱家有一个传家宝，真的，元青花，价值连城。在哪呢？在里屋那小仓库里，千万别动！我跟你说，千万别动，一砸碎了。 传家宝就没了，明白了吗？哎呀，爸，你放心，你不让我动动，就肯定不动。我在这写作业哈，我不动，不动啊，不动。<笑>这孩子没事儿，<笑>挺好的。<笑>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，我也写不下去呀、啊。我上你们写哈。<笑>元代的青花瓷。<笑>完了哟，这孩子上钩喽。 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？不可能，我有机关，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？不是，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。她是我女儿，我能不了解她吗？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0。她要不碰，我管你叫小姨夫。<笑>小姨夫。 孩子，来先放这儿，我看看。稀碎。孩子，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？不是。不是，慧慧，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？不是。是不是风太大了？不是。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？都不是，是我把青蛙死砸碎了。啊。 不行，我还得问一遍。我问你，这青花瓷，传家宝啊，是你打碎的吗？是。不是，是你打碎的吗？真是。不是，这是你打碎的吗？是。真是你打碎的？都跟你们说了，真是我打碎的，我错了。<笑> 我的好孩子，你呀，真是诚实啊！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。他们把东西打碎了，谁都不承认呐。孩子，只有你承认，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。那这青花瓷碎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哪有青花瓷啊？这是你大姨在菜市场那地摊20块钱买的，她考验咱们的。对，你过关了，但是。 记住咱家的传家宝只有两个字儿：诚实。那我这诚实一下不要紧，以后啊，你还得继续上班，我呢还得继续上学，大姨还得继续做饭呢。<笑>但是咱们的传家宝还在。我明白了，咱们家的传家宝啊就是诚实。
对，你请他吃三星。